Hello， 大家好，我是饼姑娘。那这一期呢，就是我之前说的要做墨水测评的那一期。测的是不同墨水在纸张上的印透程度，然后我打算用这些东西来测啊。首先是 Rodia 这个本子，它有一个普通这种就是试色本，然后拍纸本，和一个他们家出的这种就有点像 Moleskine 的那种，就是这种定页本。不过这个定页本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八个槽，看一下这个位置。看到了吗？这个坑，然后包括这个裂的这个皮掉的皮，它这个玩意儿跟水人以前用的那种老包装的那种可降解的皮布是一毛一样的。我这个就应该是它库存的时间有点久了，所以说就导致它开始掉渣了。我把那塑封一撕，它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真的是，你的纸做的再好，你可以保存再久，可是你的本子刚不住呀，你的本皮儿刚不住呀，不知道怎么想的。唉，法国人。然后呢，就是密道里的纸，然后是这个卡兹还是就那家，他家的白叶这个纸。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国产的巴尔克道林纸，米黄色的，还算做得不错的一家纸了。它这个虽然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原先的时候那个 Mooncat 他们家出的那个活页的道林纸，真的是超棒，一点都不硬。但是后来他们家不做了。这个呢是 Camber 2020年的时间轴，这个本儿用的是超轻纸。他们家这个超轻纸吧，就是好多人说是这个，因为换纸了嘛，偷摸换纸了。去年那个年度本儿用了这个超轻纸之后，卖得特别好。然后今年换成了这个国产纸，然后也是超轻的。只有说全年的那个年计划是原先的那种纸，所以说我打算试一下这个纸是不是还能刚得住。然后呢，是美乐迈或者是满乐文，就是 Marlboro 这个牌子的纸。然后就是一本 Hobo，试一下 Hobo 的八川纸。然后是国誉的活页纸。然后就我上次做的那个凯博，呸，什么凯博？凯撒的那个纸。然后再一个就是普通的这个 A4 打印纸。我后面这个本子是拿来垫着的，不用管它。哎呀。我这光墨水品类就有十好几二十类了吧，我感觉这个视频得做到地老天荒呀！我要不要把？那仇人这玩意儿怎么做呢？我的哦，我就给它抽出来一页。然后我今天试色用的笔呢，是这三支笔，这个呢是一个老版的漫画家的 school 家，就是学校家，一个学生家吧，反正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他们这个叫法蛮奇怪的。严格来说，其实应该算是那个 G 家的一种，但是没有现在的 G 家这么软弹。顺便说一下这个杆子吧，这个杆子是 Speedball 家的杆子，血妈坑。就这个玩意儿，它是怎么做的呢？是在底儿上先喷一层胶，在这个胶上再喷一层银色底漆，在银色底漆上再喷一层蓝色漆，在蓝色漆表面再喷一层胶。那个胶就是那种可以让表面变成那种雾蒙蒙的磨砂面的手感。可问题是，那个胶时间久了之后，那个不能叫胶，那个涂层时间久了之后，它就真的会变成胶，会变得黏糊糊的。啊，我回头得拿丙酮把它全洗掉。笔握这块，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黏的不行，让我拿丙酮给洗了。等回头把它全洗了，重新涂一遍。啊，对，这个尖儿比较细，所以说用它来模拟 EF 尖儿，超细。然后呢，这个也是个蘸水笔尖儿，长得比较奇怪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尖儿到底应该叫什么尖儿。然后，这个尖儿呢，一般写出来是日系的 M 的那种粗细。这个呢是在花花家买的那个玻璃笔，这是我遇到的下水最写起来最顺畅的一个玻璃笔，它每个角度都可以写得很顺畅，唯一的问题就是稍微有点水枪，然后杆儿这儿比较细，我把这个以前的老笔上拆了一个这个胶套给塞上了，就很好。开始试写吧，总感觉这个视频得拍俩点儿，要了亲命，先从普通的打印纸开始啊，用这个吧，
这个松露并不是色彩奶的松露，而是国产的松露，是仿色彩奶的一个玩意儿。它这一系列的名字叫的跟色彩奶一毛一样，然后里边带金粉的。它呢就普遍代表了国内 N 多杂牌子墨水的水平，因为就是质感都是一毛一样的，我怀疑都是同一家代工的。开始吧。哎，好绝望，真的是太多了。我是一个一个来呢，还是算了，一张纸上从头写到尾吧。嘿嘿，我这写的比较小啊，你这个一会儿我会放大给大家看的。EF 尖儿，这个是叫国产松露。我是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能做到隔着手机屏确定自己写的字在哪个位置。我感觉这个玩意儿隔着手机屏比用数位板还要难受。数位板你习惯了也就好了，可是手机屏这玩意儿怎么都习惯不了，总觉得就怪怪的。可能是因为距离感的事儿，还是说大小不一样的事儿，反正就很奇怪。哎，咋没沾上水？这个瓶子就很难受，因为它瓶子需要伸进去好深。假设它是 M 尖儿，国产松露，这个手机高度真是很尴尬，我又不能把我的脑袋塞下去，我就只能隔着手机屏来看我写字儿。然后它看上去还贼小，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写了啥。哎呀，我差点直接就去洗笔了，我在想啥呢。这个代表的是水枪，国产松露。感觉这跟闭眼写字没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应该放大一点？嗯，这是个好主意。哎呀，现在总算看得着我写的是啥了。好，松露，国产的这个彩墨就 over 了。我一想到一会儿还要再试写一遍这个墨水，我就觉得一阵蛋疼。啊，不，患之疼痛。然后是潭水的这个袋，有哎没有金粉啊？想啥呢？嗯，EF 尖儿，嘿，嗯，是我拿的位置不对吗？怎么好像不太好下水的样子 ？EF。这个是喷 BBS， 这个笔尖真的超细啊！嗯，我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潭水挂不住墨是什么情况？尖儿喷 BBS， 潭水确实是感觉比较水啊，就是你的用蘸水笔的时候基本上挂不着墨。
然后是这个，国产的，不知道是叫卡泽、卡兹、卡哉的这一家，啊，这家能不能出一个官方的证明啊？他家这个名字到底要怎么读？哎，在这个复印纸上呢。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当你下墨量小的时候，还是会让这个比较糟心的纸能够不那么印透一点。但其实，当你放大了之后看，该毛毛虫还是毛毛虫，它只是说它的毛毛虫比较小，你就恍然看不到它身上的毛。我感觉我这一张纸可能写不下。M 尖儿。这才三个，我的妈，我这全部有20种吧，19种还是20种，这咋整？这个时长也很窒息啊。水枪。然后这个是放羊滩的墨水。哎，我刚刚有没有给大家看到卡子？我刚好像放大了之后，我不太清楚有没有入镜啊。这个放羊滩的这个墨水，放羊滩也算是国产比较有名的一个做墨水的了。这个叫袈裟与圣远。哎，用错笔了，讨厌。先来 EF。往上挪一挪，靠！明明有屏幕可看了，但是我还是在盲写，这是为什么？因为习惯的锅嘛。这叫什么来着？放羊滩。听着刮纸的声音，真的是。基本已经习惯了，说一到写字的时候就眼前自动马赛克，什么都不看，反正平时也看不见，不过放大之后还是能看见的，我还能知道，哎呀，还能知道我在哪写的。嘿，忘了它，水枪。放羊滩，然后呢？让我想想，你吧。这个是木子家出的墨水。小小的一只，虽然算是比较小众吧，但是反正手头有嘛，就也来写一下吧。哎呀，怎么忘了这茬了呢？它这个墨水开瓶有一点点的蛋疼，我就算扔了吧，要不然每次开瓶都很蛋疼。啊不，换只疼痛。这个打印纸真的是刮的不行。木的，应该是木的吧，没有记错了。
我这个纸眼见着就要写不下了，怎么办？哇，这个整体书写完之后的它的长度远超我的预料呀，那咋整？边去，我想想还有谁是比较少的类型的啊？对你 SKB 的墨水，哎呀，SKB 我把视频分开做吧，一种纸一个视频好不好？要不然这个长度，我觉得要命啊！真的会要命的，这个长度有一点可怕。你记住现在这个咔呲咔呲的刮感，你换了好纸之后，你不会写出这种声音来的。所以说，有一些钢笔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刮纸，跟你用的纸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不知道拍出来视频能不能听见这个，就是嘎吱嘎吱的这个刮纸的声音。SKB 的墨水。这样吧，我把每一种纸单独做一期，然后尽量快更。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做到同一期的话，别说你们乐不乐意看，我受不了呀，我受不了呀。我们每一个分开做，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汇总，给大家做一下对比，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真的呀，你想我做完一期，我感觉这光是一张纸就得起码一个点儿，或者说将近一个点儿，要不然的话我在做这么多种纸，这个视频的长度真的是赶上好几个电影了。 SKB 的这个盖子就是有这个问题，真讨厌，有的时候它会不敢用这个玩意儿，你了，有的时候它盖子里边这个玩意儿吧，它就会下来，但是呢你拧的时候会给你拧下来，但是呢你要是把它给扔了吧，你又担心它盖的不牢，它水会蒸发什么的，这个设计是一个败笔。你想这光一个视频，不是光一张纸的试写就这么长时间。好，让我想想啊，好像接下来就没有那啥的了，接下来都是复合的组合，先从你开始吧。湿色墨水呢，它有一个普色系列，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信系列，所以说两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看这个性状，就是看这个样子，感觉就是材质不太一样。所以说我就把它分开来做，正好两个也可以印透程度做一下对比。你怎么也玩这个？哎呀，我真的是讨厌这种情况。好歹是个，哎，这个橡胶片你最底下又没有卡位，你又没有办法让它卡住，哎，想啥呢？做产品设计这种蛋疼的用户体验啊，做产品设计都在想啥？脑子被驴踹了吗？哎，这个墨水它这个在这个上面挂这个笔尖挂的挺好的。F 尖儿，这个是湿色算了，写英文吧。英文字母
它至少让我看得清，就是它不会像写中文那么飘。你们隔着手机写字儿的大佬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是怎么能够隔着这个屏幕写的那么正常呢？我就觉得隔着屏幕写就哪儿不对，就感觉那手不是自己的手。其实，在我刚刚发出这个问题之后，我的脑海中隐约浮现了一个回答，就是可能大佬们的脑袋比较小，可以塞下纸和手机的间隙，但是我的脑袋比较大，塞不进去。哇，越想越觉得是真相，怎么办？太可怕了。这么多的墨水，桌面上都要摆不下了。你看，你方片做的就很好嘛，至少没有让那笔尖刮滋一下。你看这个挂墨挂的更好，这个肯定性状不一样，这个配方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就有点像是，有点粉质，有点像鲶鱼的那种感觉。我靠，这印透程度！我跟你讲，这肯定是速干，这肯定是速干。就是跟你讲，鲶鱼也是这种效果。通常来说，我们讲，速干墨水啊，速干墨水通常都会比较硬，因为你想在你无法改变这个纸张的这个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你怎么来改变它的干速呢？那只能说让你的这个墨水，你用的溶剂，它挥发的比较快一些。或者说它渗纸渗的比较快一些，不过通常来说这个东西是兼得的。一般来说就是，就是一般来说这种，当你溶剂挥发速度快的时候，它印纸的速度也会比较快的。我的妈，你的妈都不认识。对，那我喊我的妈干嘛？喊他的妈，他的妈都不认识。不过这个墨水真的是挂壁效果非常好，就是用蘸水笔的时候，它挂在上面挂的比较匀称。我的妈！啊不，他的妈！他的妈，这怎么办？孩儿他妈，你还能认出你的孩儿吗？这个太窒息了。事实证明，我这一张纸真的是不太能写得下。我先算一下左边写了多少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二八一十六。我在右边小点写，也许能写得下呢。好，刚刚失色这个牌子就是已经试过了。然后我们是你妈是乐俊，就是 Carpink 也是有两种形式的墨水。一种是普通的，这种普色它有黑色、红色、蓝色和蓝黑色，一共四个色，就是它普色是里墨。然后这个乐俊这个牌子，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普色是染料墨水，但是它的强适应系列是那个超微粒子是，它是防水的。你可以说它是碳素，它是一个超适应的碳素，就很神奇。哎呀，我这面忘了写那个啥了，我拿根笔来补充一下，这个是普，在哪？没油了，让我用完了。这个是什么来着？是，我找一下那个评论。优妹子，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摄影系列啊，就叫特吧，特殊吧。不行，我还是有可能会之后忘记它长什么样，我还是这样一下吧。真的没有了。哎呀，我可喜欢这支笔了，派瑞美克的这个笔，我超级喜欢。我所有的油笔里边，唯二喜欢的全都是瑞士产的，一个派瑞美克，一个是卡达。真的，这两家的笔你用过就知道他们的好，它的笔芯写起来真的是超爽。这个是乐俊的染料墨水系列的普色的黑色。字要写小啊，哈！三角屏也是棒棒的，啊，这个顶上这个纸也被粘下来了，就不能做一个卡位让这个纸不粘下来吗？它这个系列叫做李墨。写小点儿。EF 尖儿，你们记住现在这个嘎吱嘎吱的感觉啊，它是换了纸之后就不会嘎吱嘎吱了，是不是这么写？啊，是。李字怎么写？瞬间智障是这么写吧？他家的染料黑是偏红色的，因为黑色都没有纯黑嘛，他这个黑是偏红棕色的。不过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家这个黑还挺黑的，就写出来之后挺黑的。要不然的话，我其实很少买黑色。回头等到我试到那个，就是，刚想说啥来着？反正那几个大名鼎鼎的黑色嘛，其他家的黑色的时候，就是欧美的啊或者日韩的那些黑色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知道其实这个黑色挺黑的。它这个黑色也挺挂笔的，就是你用蘸水笔写也能很不错，就写着很顺，不像有一些它真的是不太好挂，你就必须要再攒一坨才能写得出来。李墨，它是染料墨水，它是不防水的。我真的有的时候怀疑他们家是不是宣传的时候写错了，它这个是不防水的，但是它的强信系列居然是防水的，特别的溜。啊，这个系列叫做幻变，他们家的幻变系列是防水的，这个是他们家电光子，嘿，不错，笔杆没有带下来。哎，他们家这个墨水反而不太挂，就是不太能挂得住尖儿。Yes, CARPINK, 幻变系列。然后是 M 尖儿，可以看出来这个牌子其实它的染料墨水并不是很硬，这个超微粒子反而硬了一点儿。呀，我突然看到这个幻字，我有点认不出来了，它是幻字是这么写吗？
你说都是所有的颜，所有的字儿我都是写了三遍，为什么唯独这个换字我认不出来了呢？好神奇。那可以看出来它这个也是不太行，印的比较厉害。它这个应该是速干的，所以说之前也说过，速干的墨水通常来说都会比较硬。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你。哎呀，漏了你。这个，嘿，这个，它是，哎呀，哎，里面的纸张哪去了？嗯，还好，还在。他们家都比较洗笔水啊，这个蓝泉墨研所的这个墨水，它这个墨水都比较洗笔水，写出来比较淡。我不太清楚 EF 能不能看得见，我都怀疑它 EF 可能会看不见。往上出了一点，好打开呀、啊！哇，完全不挂壁，你这什么？嗯，果然他家。我没有他家深色的墨水，所以说我只能说使点劲儿写，但是使点劲儿写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判。这种颜色的墨水你就得拿水枪写，拿水枪写的话超爽。然后当然这种纸也是不太中的，你要是在像那个八川纸上啊超爽。真的是，哎呦，它还不挂尖儿，真的受不了。就是说，它这个墨水在笔尖上是一滴一滴的，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做裱活的，在一些笔上，甚至有可能会不下水，就是这种墨水的特征。就你用蘸水笔写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玩意儿它在笔尖上没有办法平铺开，然后是那种一滴一滴的状态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在部分的钢笔上有可能会下不来水，就是因为它的裱活没有怎么处理，然后它的溶剂用的可能就是水。就是有一些国产不是也出了好多字条吗，那个字条的稀释液其实就是水，它那个玩意儿叫什么去离子水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是说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水，可是问题是那也是水啊。然后是它这家的，因为我这家选了两个，是因为一个是普色，一个是铁胆，这个铁胆是防水的，到底算不算铁胆呢？真的我不太清楚，反正那个是防水的，至于算不算铁胆还真不好说，因为它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就它不像一般铁胆那样会迅速的变黑，所以说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不是铁胆，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防水的。呀，这个是蓝农道具屋，也是一个台湾的牌子。EF 尖，蓝中的蓝是哪个蓝啊？蓝龙，然后是。今儿的蓝农，哎呦，写的啥玩意儿？蓝农，然后是水枪版的蓝农。蓝农的颜色其实特别好看，它有好多，季节限定色呀，包括那个台湾色，然后包括，
它的这个防水系列、大气系列，我是超级喜欢。然后它的，季节限定也都有好几个颜色，都超级好看。然后它每一个墨水里边都会给你附加一段非常文艺的文字来诠释一下它这个墨水的想法、它的构思、它的概念，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卖的是情怀，那么情怀这个东西还是蛮值钱的。情怀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卖出高价。说到这个东西啊，你看到这种不太好开的这种盖儿的话，你怎么办？你就把它两边这个位置剪掉一点儿，然后再开的话就会比较好开了。算是一个小技巧吧，像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大气色的薄木，大气色的薄木，这个颜色真的超级好看，我很喜欢这种灰色，这种冷灰色。在哪？它是一个防水色，EF 蓝浓。大气，真的，这个视频的长度，我光是一页纸的视频长度就这么久了，咱们一页纸一页纸来吧，一种纸一种纸来吧，EF 尖儿，M 尖儿，这个应该是做过一些速干吧，或者是溶剂的关系，它感觉。它特别的硬，可能是溶剂的锅，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干速，好像并没有达到速干的那种程度。一边讲话就容易忘了自己要干啥。蘸的有点多呀，就本身就你就已经是个就已经是一个硬透的墨水了，我还给你蘸了这么多。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你。这个颜色干透了之后是防水的，好吧？水枪状态，你真的是，你可以跟这个失色来比拼一下，谁才是最惨？就是谁的妈会认不出自己的宝宝？这个里边这个纸片儿就，好，蓝农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进入到鸵鸟大家族。鸵鸟我买了好多呀，先从这两个单崩的来啊，这个是鸵鸟的适应系列。哎，这我看看鸵鸟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鸵鸟有六个，一二三四，好吧，我把它写小一点。嘿，鸵鸟的适应系列很浓，它这个墨水在哪里？在哪里？EF。鸵鸟的适应系列，真的，你们要记住这个尖儿，现在给人的感觉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多么的刮纸。但是当他换了好一点的纸张之后，你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他就感觉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笔尖儿。鸵鸟适应系列，它也是不太挂笔尖儿，也是会在笔尖上形成水滴状，裱糊不太行，有一些笔有可能会不下水。水枪，
全没有，完全没有节省空间吗？鸵鸟肾系列，真奇怪，明明是个蓝色，为什么？虽然是个深蓝吧。然后是鸵鸟的花之物语系列，因为我都选的比较深色啊，那个蓝农，不是配什么蓝农，蓝泉是因为实在是他家就我没买他家深色，所以说我就没有深色可以用来试，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鸵鸟是可以的，鸵鸟可以从花之物语里面挑一个深色来。嘿，呀，我怎么，哎，怎么先来你了呢？真的是傻了耶！先从 EF 开始，省空间呀，省空间呀，省空间呀 ！EF， 鸵鸟。花，花之物语的挂壁情况一般，但是夏末情况不太好，感觉还是在有一些笔上应该有可能会不下墨。你看，它是有墨的，可是它下不来。真的是它有墨，但是它下不来。它在相当一部分的笔上有可能会飞白断墨，反正下不了墨就是会这种情况啦。水枪我就不信你还下不来。哎，多么可靠的一根玻璃笔啊！水枪，鸵鸟。花之物语，然后是鸵鸟九系，九系是绿色和浅蓝色，就用经典绿来作为试验吧。大家都知道九系是印的妈都不认识的，让他看一下九系的水平，可能大家都通常对九系的这个印的妈都不认识的程度应该是有一定的认知，所以说你用它对比的话，你就对其他的墨到底是印成什么样就心里面有点数了。写小一点 ，yes， 鸵鸟。901，但是它这个下墨很顺，它在笔尖上挂的情况还挺不错的，这裱活做的比较好，比较好下水。哎，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因为从视频里面看的话，我写字会有延迟呢？才会导致我觉得写的特别奇怪。水枪，鸵鸟901。鸵鸟九系，呜、哦，孩儿他妈，你还认识他吗？果然是印到妈都不认识了。瓶盖有点难合上。还有鸵鸟还有三个，我能不能在接下来剧里边写下三个？有点困难，使劲儿吧，这个是鸵鸟的三系，应该是这应该是鸵鸟的三系吧，没有印呢、啊、
301吗？染料墨水，看看包装上有没有哪个啊？二系，居然是二系，223。哎，那鸵鸟的三系是哪个？哎呦天哪！啊，粘住了，粘住了。应该有没有三系？难道我记错了？它只有二系，没有三系吗？二三，哟，怎么有一股这么大的味儿呢？香味儿，鸵鸟的223。就是那种，就是老墨水会有一种好像痱子粉一样那种味儿，不知道你们闻过没有啊？它这个鸵鸟223就有股这种味儿，就有一点像是墨香，但是更多的是爽身粉的那个味道。这个鸵鸟墨水挂壁的情况都，就是挂尖儿的情况还都挺好的，也就是说它至少不会说让你的笔尖下不来墨。占的有点多，哎呀，够不着了，哟，我一白活起来又进入了盲写的状态，我就说嘛，就是鸵鸟的223，然后鸵鸟的五系我选了两瓶，因为鸵鸟的五系它有一个碳素和一个非碳素，所以说我拿了551的纯黑和555的碳素来对比。你塞回去。这个是551染料墨水中的黑色，哎呀，这光一页纸时常就这么丧心病狂，依然沾笔尖的情况还不错。EF 鸵鸟551也挺黑的，虽然它是一个染料墨水，但是它也挺黑的。我之前也没有口误吧，把染料说成颜料，我不记得了。倒是印透情况，算了，该毛一样毛。哇，没地方了！哎呀，好吧，就委屈一下这个555，在最后一个一点小地方塞一下。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款墨水，因为有很多国笔它都会有飞白端墨下不了水，
的情况，它就55就能很好的处理这个情况，处理的非常好。看到了吗？这完美的挂壁。这个就能保证说它在任何情况下至少不会说写不出水来。EF 鸵鸟555，但是它并不是很黑，虽然是个碳素吧。鸵鸟555，写个标号吧，这是个碳素。哎，又是占了一个致死量。好，我们的第一张，打印纸，普通打印纸的样子就写完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我直接这个放大吧，因为那样的话它对焦可能对的不太好。首先是这种比较便宜的国产墨水，就是各种仿啊，然后包括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每日墨水啊之类的，它是这个样子的。各种国产那种金粉墨水，看上去它是不太硬的，因为这种墨胶会比较重，在你拉条的时候发现它极墨的地方会形成黏黏的一种好像塑料一样的物质，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建议你用蘸水笔写，不太建议用放在钢笔里。然后呢是弹水，弹水也还可以啊，它这个印透的情况也还可以，虽然比较水吧，哪怕是水枪笔也并没有毛边毛得很严重。然后呢是这个卡子卡哉还是卡泽，在 F 和 M 不是 EF 和 M 感觉都还可以，但是水枪的话还可以看到有那么毛毛腿的。然后是放羊滩的这个墨水，放羊滩的墨水它在 M 就有一点点毛，然后水枪情况下它虽然毛，但是其实毛的没有这个卡子卡在卡子，就没有像它这样延出来这个毛毛腿儿。所以说这到底算印还是不印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已经算是偏不印了。然后墨的到了水枪的地方也算是毛的比较厉害了，就是比较毛。然后 M 尖也不太行， EF 尖勉强可以。其实 EF 尖也不能算太行。然后 SKB 呢是 SKB 也是到 M 勉强可以吧， M 其实有一点毛，然后水枪情况下呢是有一点毛边的。然后这个是湿色的这个三角瓶的普色，它从 EF 就开始毛，M 尖更毛，水枪就不用说了。但是它这个普色其实是个带适应的颜色，然后写在八川纸上会非常好看。然后它这个特殊色呢，方瓶的这个特殊色真的是，孩儿他妈快来认你家孩子，他可能已经认不出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乐俊，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国产墨水吧。乐俊可以看到它这个染料墨水其实还可以，虽然它 EF 也带一点毛，但是整体看上去还可以。然后它重点是它挺黑的，所以说我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墨水，再加上它是染料墨水，它其实也是带一点毛的，但是你看 EF、M 和水枪比它毛的程度
差不多，但还是毛啊。然后这个是乐俊的幻变系列，是他们家的适应的系列，然后是超微粒子防水的，非常的硬。蓝泉这个需要放大了看了，蓝泉其实它是有点毛的，可是问题是它可能是因为太浅看不太出来。水枪的话看一下吧，就稍微有一点毛，它这个毛毛角因为颜色太浅了，毛毛角看的不是很清楚，还是能稍微看出来有那么一点毛的。然后是蓝农，蓝农的话 EF 依旧，哎算了不行，就是还是会有毛毛，尤其是它这个到了这个水枪的时候就毛的不像个样子了。包括它的大气色，大气色就是防水系列是更毛，就更硬。然后就是鸵鸟系列，鸵鸟的肾系列，鸵鸟肾系列还行啊，但是它有点浓，就偶尔还是会有一点点毛，不过鉴于它这个是在复印纸上，我感觉还可以接受吧。然后鸵鸟花之物语不下墨，花之物语如果放在一些导墨系统并不是做的特别好的笔上，一定会不下墨。不过毛的程度倒是还好啊，就水枪尖稍微毛了一点，可能是因为 M 尖没啥水了。其实它这个毛的程度，它没有那种苍蝇腿那样支出来的毛，还算可以的。啊，依旧是901是吧？它这个印的惨绝人寰，需要孩他妈来认领一下这种。他从 EF 就印的不行，然后223的味道好好闻，223其实还可以啊，就是它虽然是也有一点边缘的抖动，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纸上来看的话，它属于表现的还算不错的那一类。然后就是551的话。M 就已经开始有一点腿了，然后到了水枪的时候就已经腿的比较明显了。55更硬，哎，也是腿的比较明显。从 M 别说 M EF 都腿的很明显。好啦，总体来说呢，就是再总结一下，就是国产的这个杂牌子相对来说不那么硬。但是它可能会伤笔，因为它是胶嘛，它胶特别重，所以说它不硬。然后呢，就是这个乐俊的这个墨水，它的锂墨系列比较黑，而且硬的程度也算比较小。然后呢，弹水啊，看是吧，在同都是国产里面对比，弹水算是表现的不错的了，它其实没有怎么硬。然后包括卡子这个牌子吧，水枪的时候有一点硬，它会偶尔支出一条腿，但是它也不是特别毛毛腿，所以说也算是相对偏向于不硬的。然后包括蓝泉这边看到蓝泉也是不硬的。然后放羊滩呢也还可以，放羊滩也算是，你看远看的话其实觉得并没有硬的很厉害，墨的不行。然后鸵鸟的肾系列也算是还可以吧，虽然有毛毛腿，但是也还可以。 SKB 呢同样也是比较不硬的。湿色的普色系列偶有毛毛腿，算是中等吧。水枪系列超硬，223。然后鸵鸟的9001不用说了，花枝系列它其实有一点硬，它算中等吧。然后这个算硬的，然后223算是不硬的，因为你看它边缘有一点毛，但它没有支出那种毛毛腿，它就是边缘有一点不齐。551算是勉强算是中等吧，有一点偏硬，然后555也是很硬的。好了，就这样了。